谁呀？快开门！快点，冻死了！一整天没看见人影，你干啥去了？你管我呢！快坐边。阿金，我今天可是挺开心的。行，这都半夜十二点了，赶紧睡吧。我还没吃饭呢。哎，你跟谁出去的？一天还没吃饭？你先给我弄点吃的吧，一会儿我慢慢跟你说。阿金，你特意给我做的？可不是吗？早上就给你做好了，等你一天了，你才回来。嗯，真烂乎。阿水，嗯，你咋饿这样啊？我今天可谈了一笔大生意，你等我赚了钱，我带你出去玩。钱你咋做生意啊？不用钱，我让你看看我是咋样白手起家的。